在那地方的事情，不敢过来。我想要再次回报你，我有什么要做？表姐是发现他的心意，这也是难得。难怪这么怪人在心，把不得的太低是这样做。你该看我，我就讲，叶小姐，我在花花世界，出门之前再三叮咛，你一定要心宽爱宽点，不然，再次再次啊，我是一年的游戏。叶小姐，你再出来报警的话，我是心里真清楚，阿无安尼死啦。我相信讲，这都对你讲真相遐多呢，而且你都了解骨力哦，无可能做一个菜花判不清咯。我安尼，当三个月的，来惊啥多呢？来明显清楚，因为你这所在你不是我家呀，你一定要知道的嘞。我拿我这个过时间，我跟你做伙，我会得了解，我来自水气脑，你无来相信你，好，你就是安心。我爱了，你都没看到，对啊，几张，几张，我都，我都。